开机后先往入料口里倒少许水，让它起到润滑作用，同时开启切刀。刚开始先放入湿料，在前面膨化部有温度以后再开启喂料装置。刚开始的时候喂料不要过快，先慢慢喂料，等前面膨化有温度以后逐渐将喂料速度加大即可。在进料稳定、出料稳定之后，将切刀转速调节，控制切力长短，调整到所需长度即可。